Yummy 妈妈，这是温泉大饭店的商店是吗？对。要帮我们找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吗？来去看看吧。我可以介绍什么？这个好像公主哦，有没有很像那个小梅？柯南妹妹想要的兔子。黑豆做的区域限定。这是有加明太子的，这是可以当零嘴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小干。这干州虾是大只的，而且它旁边有试吃，只剩下虾头了，虾头也吃光了。骆驼怎么可能会有卖骆驼肉啊？这是咖啡的品牌而已，好不好？哦，这糖果好不好？糖果真的有试吃的巧克力，骆驼牌巧克力。嗯，还不错哎，它有点咖啡味。兔子饼干，这应该是小蛋糕哦。这还蛮好吃的，有点松松的，松松软软的。超级人气 ，Number Two 其实就很棒。小玛奇好可爱哦，小玛奇。中间还有包一个三，所谓三层，而且这粉色兔子也太可爱了。没有试吃的了，保湿箱。记得它应该香味香，真的很可爱耶，我买一小盒。